忍战小李的一技能爆料终于出来了啊！我了个直接三段技能啊！今天他发布了一张新的海报啊，再和之前的海报对比一下，两个海报状态都在开井门，难道这是一个常态化的状态？技能的第一段是这个图标，就是一个向前突进的上勾拳，突进的时候应该有无敌帧。技能第二段是这个图标，是往上的一个连续挥拳，看起来后摇有点大了，有可能啊能用其他的方式啊取消后摇。三段的图标是这样的，会扔出绷带把对手啊从空中拽到地上，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杜门里的大招了，感觉老的记忆在攻击我呀。最后有一个猛踢啊，好像有时停的感觉啊，难道就是子弹时间？对手如果能替身的话，容易被抓后摇呀。然后看一下他的二技能和大招的图标，技能可以充能两次，应该是一个突进技。我首先的感觉就想起金明的二技能啊，忍战小李的速度也很快，你就说金明阴不阴吧。大招图标感觉就是猛踢一下，不过我总感觉没有这么简单，毕竟他有能量条，这里展示的是可以随着技能和攻击的命中增加。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大家满不满意呀？